欢迎乡亲，到中华新闻的现场来看中华病院的肝胆肠胃科主任陈时鼎，三年来是率领着护肝团队巡回南中华偏乡地区，追踪时间患者，各方称作是南中华的时间守护神。但是这下乡顺境哦，说这当早就做来的携带式超音波医疗器材真欠缺，因此在彰化市的赖秋翁基金会就专工捐赠一台百万级会当早日走的彩色超音波仪器，吼彰化病院，嘛吼这个护工团队会当更加方便照顾南彰化乡亲。小小一台检验仪器，帅当守护众人的肝脏。过去三年以来，彰化病院的护肝团队，刚来当早着组内超音波仪器下乡替患者检查肝脏。即马有了全新的检查仪器，地当更加方便来守护南彰化乡亲的健康。一方面，它可以折叠携带，然后可以移动，然后可以先录影再回来上传。那以往没有这样的超音波，我们需要用货车把大型的超音波抬上车，很不方便，而且容易损坏。那有这样新的仪器以后，我们可以很轻松的就用一般的轿车就可以，携带到各卫生所去服务民众，照顾民众。有患者讲，就是因为护肝团队下乡巡诊，才当让伊提早发现病症，提早接受治疗。医疗方面啊，除了验血之外，当然要靠一些仪器来加以验证嘛，然后有超音波的话，就是最基本的，给我们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让医生能够判断说，我这个症状大概是属于什么样的情形才能够。慷慨关注携带式彩色超音波仪器的赖秋翁基金会讲，基金会就是真感动护肝团队的用心。观超音波仪器，唔呐帮助护肝团队，也希望予南彰化乡亲有更加好的照顾。多彰化新闻张世良、波心采访报道。